说起鹿港，相信你我都不陌生。历史悠久、遍布古迹的鹿港小镇，是很多人中小学时户外教学都到访过的地方。精心雕琢的石龙柱，纵横交错的木造天花板，寺庙的袅袅香烟，虔诚祭拜的香客。鹿港小镇有台湾最古早且深厚的文化底蕴。这集影片，米菲要带你就地重游，去探访鹿港的大街小巷，一起走街串巷玩鹿港。来到鹿港，最能体现传统风情的，就是由琼林街与埔头街连结而成的鹿港老街。漫步于蜿蜒窄小的巷弄间，古朴的红砖墙，清岭时期的传统街屋，完整保留着最原始的历史风貌。古迹、美食、传统工艺品都能在此一次收获。位于老街口的这家阿公香肠，常常成为游客的第一个停留点。独特的打弹珠换香肠游戏，是台湾60到80年代的特有回忆。不管你是否经历过，来到鹿港都能亲自体验这个有趣的活动。20。再往前走，就会看到著名的半天井。旧时只有富人有钱能凿井取水，因此鹿港富人将井凿在靠近家中的围墙旁，让路过的人也能够取水，是一善举。接着我们来到这家卖面茶的茶馆，天气太热了，就来杯冰面茶吧。做成冰沙的面茶搭配蜂蜜汤，还有浓浓的芝麻香气，是一碗会让人怀念的面茶。杏仁茶也很纯正，没有刺鼻的人工味，好喝。鹿港必买的伴手礼之一，就是这传统的凤眼糕。老街上就有一家郑玉珍老店，
贩卖各种传统糕饼，任君挑选。街边有很多卖谷腕的小摊贩，色彩缤纷的手摇谷，很快就吸引了我的注意。让他们自己挑好不好？你帮他们挑就好。我教他们自己挑。几岁？几岁？真的，现在大声都会，心里做大声，啊，拍电话大声来，我们给他下楼，比较好调。哎，下来没打到的哈、哦，棍子推进去。刚才打这里很大声，我们现在打这里就小声了。中间是最大声的。对对对对对，好吧。一进去越小声，一中间越大声。再来一点，来更大声。你要最大声就上楼，拉出来。这个真的有吵。对。两只在家就吵，但是可以调。两个在家会吵死。你可以调小声的。调，放心。没有声音，我们再调。这个破掉你就撕掉薄的纸板，剪开就。你看，你也无声，伊那无爱生啊。对啊。伊那有声，伊就不生啊。来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原以为在观光区的工艺品会所费不资，没想到这家卖陶瓷杯具的店，价钱不贵，而且还算精美。老板说，手烧的陶杯每一个都会有一点不一样，所以我在这里挑两个类似的凑成双。这条小巷子的宽度有一点点像著名的摸乳巷，不过其实真正的摸乳巷是在另一个方位，而不是在老街上哦。它其实就是两排房子之间的狭窄通道，最窄之处不到60公分，只能一个人通过。逛了半天，肚子也饿了，来一碗鹿港在地的面线糊吧。这碗面线糊里有虾米、赤肉，用料毫不手软。一碗30元 ，CP 值很高。还有这家在地人激推的黑猪灶扣肉饭，连不敢吃肥肉的我都连连称赞。肥而不腻，又卤得软嫩的扣肉，搭配酸菜吃，真是一级棒。白菜汤是我们摄影师点的，看它一下子就洒光光，一定是非常美味。吃完咸的就想来碗甜的，我们来到市场这家发记烘龟冰， Q 弹软嫩的烘龟，光看就让人流口水。看着老板娘熟练的切着烘龟的画面，也是一场视觉的飨宴啊。
这次的鹿港行可以说是满载而归，不但接受了文化的洗礼，重温儿时的记忆，肚子也吃得饱饱的。找个时间，你也可以亲自来走走，一定也会给你一个丰富又充实的假期回忆。喜欢米飞的影片，记得帮我订阅、点赞。米飞看世界，我们下期见啦！